你是崔铁军同志吧？。我没迟到吧？啊，没有，是我来早了。你是什么家庭成分？啊，我父亲是工人，母亲是小学老师。你是党员吗？啊，正在申请入党。哦，那有点晚啊。哎，一直积极向组织靠拢。你对另一半有什么样的要求？没什么要求。我们这工作呀，性质比较特殊，平常没有什么业余时间，最希望能找一个理解我们的。你们的工作非常重要，也很崇高，我向你表示敬意。不敢，不敢。你等上啊，小刚。警察，魏棍子发现陆定山了，在新华路国华饭店附近。你带喷子赶紧过来。小张，我下午找你啊。我明天，我过两天再找你啊。你们看啊，咱们专案组能够破案，还不是靠着咱们仨吗？不管怎么说，咱总比那些刚毕业的生瓜蛋子强吧？到时候，咱们仨还在一个探组，东山再起。瞧瞧你大背头，你就甘心待在警保处搞后勤等退休，在维修暖气、配发警械等日常琐事中结束自己从警生涯而无动于衷？还有你大棍子，想当年那你也是叱咤江湖一呼百应的主，现在好，落了个风吹日晒、雪打雨淋，好不容易出趟警，不是两口子吵架，就是醉鬼闹事，这些破事儿，您于心何甘呢？咱们仨，哪个不是三头六臂、一身能耐啊？落得如此境地，往小了说，这是暴殄天物、埋没人才；往大了说，那是对社会、对人民群众的不负责任。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考核怎么办？那些条条框框得死记硬背，头疼。还有呢？还有体能测试呢。咱们这老胳膊老腿的，能比得过那帮小牛犊子吗？嘿，我说你们二位怎么死心眼了呀？这么多年市局白混了，警察白当了，这考试不得要有考官吗？这考官是谁呀？还不就是现在的各支队的队长政委吗？咱们跟他们搞好关系，让他们睁只眼闭只眼，咱们只当是走个形式而已。得了吧，你把金平探长说得跟过家家似的。大背头，你少跟我这泼冷水啊！我知道你有顾虑，你们家张华估计不会同意吧？说到底，哎，他是自个儿做不了主，得回家请示汇报。甭激我，没用。现在这个竞聘考核那都公开化、透明化，你还以为跟从前一样？况且，咱们刚刚破格进了专案组，刚破了案，现在正在风口浪尖上，多少双眼睛盯着咱呢？你还敢当众裸奔？你还想托关系走门路，让人笑话？你的意思呢？不靠谱。哎，我还想，不管你们谁当了探长，把我调到探组去，救我脱离苦海。你怎么了？你在预审那边不是挺滋润的吗？一边泡着病假，在电视台录着节目，两不耽误啊。你知道啥呀？
自打那个齐校师当上了副支队长，我的好日子那就算到头了。这事还得赖你大背头，非要让我去审那个邱远强，好嘛，得罪了老齐头，净给我穿小鞋，迟到早退，掐着秒表算，请病假，医生开个病假条都不行，还要看病历，就差点亲自给我把脉了。电视台节目好几期都没录了，人都换人了，我损失惨重啊。那合着你让我们去静平探长，就是为了给自己找出路？我就知道你大喷子喷这么多词儿，你别有用心。你说的这么热乎，你自个儿去竞聘啊？你不知道啊，我真的比你俩苦。要是咱们竞聘失败了，回到原来的岗位上，没太大改变；要是大喷子竞聘失败了，回到预审那边，估计就不是给他穿小鞋了，那得给他穿花盆底儿鞋。哥哥懂我。甭管怎么说吧，咱们仨逮住了耗子和汤阿祥，也算是给老夏一个交代。来，我怎么竟然还有点羡慕老夏，不用面对生活中的那些烦恼和一地鸡毛。急脾气，欢迎光临，先生您有预定吗？啊，郑先生订的包房。哦，郑先生在高升流水，我带您过去。好好。请进，先生，请进。哟，师哥，等你半天了啊！来，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张总，张总，这位是咱们平安市公安局大名鼎鼎的潘江海，潘警官，我师哥。啊，潘警官，久仰久仰。哪里哪里，来，坐坐坐，你先下去吧。师哥，好久没去电视台录节目了，忙呗。哪儿像你找一这么好的店啊，喝的小茶，听的小曲儿。我也是忙里偷闲，主要是这个地方比较安静，适合谈事儿。师傅，今天叫你来呢，是为张总他们董事长的事儿，想让你给参谋参谋。好好说，什么案子？嗨，不是什么大案，就是一个行政诉讼。行政诉讼，告谁啊？派出所，还一个警察。崔师傅，甭费劲，您就给我们换一新车得了。就这样，半路上老抛锚，净出事儿。这不能着吗？嫌疑人现在开的都是奔驰宝马，就这破车，你把油门踹到油箱里边都追不上，还不如我骑电动车快。您要是不觉得寒碜啊，您就让那个警保处人手给我们配一电动车得了。要不您试试？您试试。这有当时的视频，您看一下。把电脑合上，别让我看啊！让我看这视频，我的立场就出现问题了，知道吗？我说老郑，别的事儿都好说，这件事儿我帮不上忙。好嘛，你们告派出所来找我帮忙，这不让我架炮往自己家打吗？我去趟卫生间。你还好意思喝茶？你说你给我找的什么人呢？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师哥，那我也没办法呀。他们公司有意聘请我们律所做长期的法律顾问。再说他们那董事长名下有好几家公司呢，就那惹事儿的主啊，他姐夫又是金融办的头，有实权，今后少不了求人家办事儿。你以为我爱管这些破事儿？兄弟，我也是为
五斗米折腰啊！啊，你为五斗米折腰没事儿，合着就让我里外不是人呐？石哥，你就当帮我们一个忙，我让你来又不是想让你干啥，你就是过来给我站站台，让他们瞧瞧咱市局里有人。哦，听明白你意思了，合着就拿我当一吉祥物。石哥，不能让你白跑一趟，那该有的意思我也少不了你。听你的意思，我还有出台费呢，啊？你拿我当什么人了？我告诉你，老郑，少跟我开这种玩笑。石哥，钱都是小事儿。前些日子你不是一直跟我念叨着想辞职，找个又清闲钱又多的公司做法律顾问吗？他们董事长名下有好几家公司呢，这次来你就当是预热，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，今后你法律顾问这事儿啊，好给你安排。这好机会啊，竞聘探长，你试试去啊！哪这么容易？你不试怎么知道啊？我说你吧，老郑。刚才听了你们说的，那个警察确实执法不规范。要是真告，也未必告不赢，就是没这个必要啊，不够折腾的。我也是这个意思，师哥。关键他们那个董事长啊，是个臭富二代，平时飞扬跋扈惯了，这次咽不下这口气，非要告派出所。你说这不扯淡吗？一会儿啊，我唱白脸，你唱红脸。劝他们撤诉得了，老郑，以后这种破事儿少给我这儿揽啊！怎么着，二位，我们这个案子您的把握有多大？啊，对了，张总，啊，这个警察给你们董事长上没上铐子？上了，肯定上了。那这个警察就是违反了警械使用条例，更何况还把人给弄骨折了。哦，对了，张总，你们为什么不事发后第一时间把录像传到网上去啊？现在不都动不动发到网上制造舆论，就是抢占舆论的制高点啊！不瞒您说啊，我们董事长当时也不够冷静，言辞有点激烈，骂了那个警察几句。我们也是怕传到网上去会适得其反，而且当时董事长还带了个妹妹。不方便出警，这事儿好办呐，你把声音跟画面处理一下不就完了吗？再雇些水军炒作一下，把影响扩散出去，占据主动。对啊，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？至于说行政诉讼嘛，算了，没这个必要，费时费力的，不如去找市局的监察部门投诉，不一样可以实现你们的诉求吗？这个恐怕我们董事长不能接受啊。你们有什么不能接受的？你们起诉不就为了制造影响吗？就按我说的办，先发视频，再投诉，让派出所在媒体和网络上公开道歉，再让那个涉案警察当着你们董事长的面赔礼道歉，该停职停职，该赔偿赔偿嘛。你们上法院最后判下来结果也不过如此啊。我觉得潘警官说的有道理，我实话跟您说，这不是自己人啊，不可能拖这个底儿。不对，事情经过不是这样的，这视频他们处理过了。这小子逼人家老头下跪，还骂人，还一直用手戳我，这些都没了。我也是想看完整的过程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要不赔偿我损失，咱这事没完。大兄弟，我跟你道歉啊，实在对不起啊。你道歉有个屁用啊？5000啊，你要是没钱啊，你跪地下给我磕头。我哪有5000块钱啊？我给你跪下。哎，你干嘛呢你啊？你哪根葱啊？我是警察，这事儿就归我管，别在这闹事儿，再闹事儿跟我回派出所。
你太他妈搞笑了，这我闹事儿，我车停在这儿把我车蹭了，我闹事儿。对呀，我这片没少跟你交保护费是不是？你这叫官商勾结，我懂。你说谁官商勾结？我说你怎么了？我说你，我警告你啊，别动手动脚。动手怎么了？啊，你别以为你穿着这身皮没人治得了你。你知道大哥谁吗？你信不信我打个电话，明天让你把这身皮给你扒了。还动手是吧？看见了吗？警察打人啊！看见了吗？啊！把你能耐！手！赶紧抬下来，穿往上！快录完！警察打人了！我三番五次强调过多少回了？执法的时候必须全程录像。可你的执法记录仪呢？我忘开了。我说徐师傅，你让我怎么说你呀？你这么执法是不是有点太粗放了？你看现在，人家把视频发到网上，造成的影响有多坏，你有理也说不清了。居民朋友们，你们看见了吗？刚才这个图片，不知道是谁在那儿遛狗拉屎，狗粪也不捡。你说这要让谁踩上了，这不是在传播疾病吗？哎呀，你想想咱们的刘师傅清洁工多不容易，还要帮你们捡狗粪，这就不太合适了吧？我们小区的环境需要我们大家来维护，这样我们的家园才能变得美好起来呀。就跟这儿指点江山呢。别说话，发语音呢。哎呀，坏了，怎么发出去了？哎呀，怎么办？哎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哎呦。这大晚上的还在这儿工作，街道办事处主任还是个副的，被你当出了总理的感觉。张华同志，不是我批评你啊，要多注意休息吧。嗯，你少挖苦我，我哪敢呢？哎，对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副主任，街道办副主任，那我也是副处级的职称啊。是是是，我在市局干了这么些年，到现在还只是个科级，现在在警保处搞后勤。估计到退休也就这样喽。怎么还不甘心？别忘了当初我为什么让你从一线退下来。哎呀，记得，睡觉。哎，对了，静怡今天打电话说，她过一段就要回来了，我就琢磨着吧，静怡回来我就让她住在咱们家。这一来呢，彼此互相有个照应；二来让她跟崔斌多接触接触。准儿啊，他俩日久生情，咱还亲上加亲呢。哎呦，想的还真周到。孩子们的事儿也就少操心。我能不操心吗？老金他媳妇儿还比我小两岁呢，人家都抱孙子了。这崔斌也真是不知道想什么呢。搁旧社会，他儿子都能打酱油了。不过这次静怡回来就好了。崔斌是这一撇，静怡就是这一捺，这八字儿就成了。听没听我说话？人家是海归，能瞧上你儿子吗？嘿，你打着呼噜，我的话你还真能接上。什么人呢？待会儿不管对方说什么，你都得忍住了，千万不能冲动了啊！太孙子了！你说现在这些网民都怎么了？宁可相信歪曲的事实，也不愿意相信真相，好像总盼着我们警察要犯点错他们才高兴。他们不想想，这平常谁在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？谁让你执法不规范了，让人抓住把柄了？好在现在人家只是让你去道个歉，到时候你千万不要把事态扩大化了啊！一定不能冲动。不能冲动啊！啊，行，我孙子装到底，行吗？你就记住一个字，忍，忍无可忍也得忍啊。妹妹的坐船头，哥哥在岸上走，嗓子不太好。
不是挺牛的吗？怎么怂了呢？冯先生，我们是特意来向您道歉的。道歉？怎么道歉啊？对不起了。完了，这不诚恳啊。对不起。你看你还这么大声，好像你占理似的。自从你给我戴上手铐，拉我上了警车，我这心里就落下冰了。我好歹我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，我手底下管着好几百人，你说我以后怎么在他们面前我树立威信呢？那你让老人给你下跪的时候你怎么不想想？你这还不服呢是吗？是来道歉的吗？冯先生，相关的医药费、误工费，我们公安局都会照章赔偿的。我不要钱，我讲理，我要的是个理。是，我们内部会对他进行处分的，您放心。不是，那跟我都没关系。我是受害者，我就是想要一个诚恳的道歉，那么难吗？我为自己的执法不规范向你诚恳道歉，对不起。你不觉得你应该给我鞠个躬吗？麻烦你再配合一下啊，我录下来，90度鞠躬。我为自己的执法不规范向你诚恳道歉，对不起了。意思全对啊！哎，刘牧，这样，我今天嗓子不太好，你帮我把这首歌唱完，我就彻底不生气了。话筒在那儿。我申请停职，我得反省反省。这不睡觉，干嘛呢？我睡不着，我这看会儿杂志。看杂志？啊，你不是说这是老人家看的，你从来不看吗？我关心一下儿子的工作行吗？给我，给我。好啊，崔铁军，你这偷偷摸摸的，果然是贼心不死啊！什么话呀！我就随便看看，你给我，给我。这叫随便看看吗？你都添上了，你看看，姓名崔铁军，性别男，年龄。你都多大岁数了？你还要竞聘探长？跟你说了，我就随便看看。行了行了，我不看了，睡觉。给我坐下。看来我现在对你的这个思想工作管理的有些放松，所以你现在的思想就有所松懈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正好有机会，你给我好好汇报一下你的活思想。哪有什么活思想，你少给我来这套。我给你来那套了。崔铁军，我拖过你的后腿没有？前两天你还去办案逼我不知道，你这不是为老夏的事吗？为老夏的事我能不支持你吗？我也是部队里培养出来的，党教育过的人，我连这点觉悟都没有了吗？
老夏的案子不是破了吗？您这又是演哪一出啊？我问你，竞聘探长，就你这身体行吗？今天我好好跟你捋捋，自打咱俩结婚之后，家里的事儿我让你操过心吗？从来没有吧。知道你在一线工作辛苦，家里所有的事儿我全扛下来，就连我生咱儿子的时候，那不也是老金跟他媳妇儿骑着三轮车把我送到医院的？你人在哪儿？我对你有半句怨言没有？是是是，谢谢你的理解，谢谢你的支持。军功章上有我的一半，也有你的一半，行了吧？现在就跟我油腔滑调。08年。你这脑出血差一点儿就过去了，要不是人家陵南及时把你送到医院，呵，您这40出头就英年早逝了。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？当时我多害怕呀，儿子还那么小，只有14岁呀。如果你走了，你想没想过我们娘俩怎么办？我支持你，我体谅你，你是为了我，为了这个家。支持我，理解我，你这就是糊弄我。我不知道你吗？你一办案你就不遗余力，你敢拿你自己的生命做代价？我为什么让你去后勤？去后勤是不是就为你的身体和你的安全着想？呵，你这刚干几年啊，你这又要往前冲。我跟你说，干后勤一样是为人民服务，就像当年我在部队搞新闻报道，那不也是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出我自己的一份力吗？我转业了，到了街道办也很好啊，做后勤也是为人民服务，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是为祖国做贡献。得得得，怎么又把部队呀、街道弄出来了？我都跟你说了吗？我不参加了吗？你给我坐下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告诉你，刚才是个人层面和家庭层面，现在我跟你谈的是政策层面的。现在人家都提倡干部年轻化，都是要选拔那些年富力强、有担当、有责任的年轻干部，而且这些干部必须能够胜任紧张艰巨的工作任务。你们公安干警是不是也是一样？哎，请问老崔同志，您有什么？你有旺盛的精力吗？没有吧。你有健康的体魄吗？更没有吧。你有的是什么呢？您有的就是高血压、高血脂、关节炎，还有你那胃炎。关键，哎，就像这样，一吃完饭您就犯困，一日三餐药不能停。就您这身体状况，你还想去一线？你这是在给祖国添负担。关键是现在各城市都是信息化，现在这些犯罪行为啊，已经都更新，手机不会，电脑不会，您这样的老人家怎么能够去破那种新型的案件？而且是那种网络犯罪，你根本就不行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怎么又睡觉？听见了，听见了，说完了没有？气死我了！你永远把我的话当耳旁风。我敢吗？你的话都深入灵魂，都入脑入心了。那个报名表你留着吧，我不参加竞聘了，我就好好的干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反正再过几年就退休了。睡觉了，明天早上还要早起呢。徐师傅没事吧？你没多想，就当给自个儿放个长假。什么事儿？棍子，竞聘探长的事儿你再考虑考虑。我跟京侦的林楠已经打过招呼了，他那儿正好缺人手。竞聘个屁呀！我停职了。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事儿大不大呀？说来话长，回头再跟你说。这样吧，你晚上有事儿吗？我那晚上正好有个局，你一块儿来吧，我帮你合计合计。都有谁啊？我去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，都是求我办事儿的。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啊。行，见面再说。好。
孙师傅，孙师傅，哎哎，这儿呢。哪儿呢？这儿。哟，这怎么？这怎么猫这儿修车呢？警务保障嘛，干的就是这活儿。我说林队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别，你千万别那么寒碜我，你就叫我小林子挺好，我听着顺耳。那个，我确实有个事儿想找您帮帮忙。找我帮忙？我能帮你什么忙呢？年底发鸡蛋，我给你留两盒大个的啊。哎，鸡蛋的事回头再说。那个，我手头有个案子。我思前想后的，还是得来请您的。你说什么？有个案子？啊，您要是不去，恐怕我们搞不定啊。笑话！你们正规军都搞不定的案子，我一个修车的能行？我连这车都搞不定。您就不是搞车的人呐，这案子非您不可啊。我跟郭局那都打好招呼了，您这搞回头有人来替。崔师傅，这刑侦队也是您的家呀。家里有事不能坐视不管了啊！你少来这套，你说说，我听听什么案子。咱也不能在这儿说呀，咱回支队说去。你别去，还是去我那儿吧。行，行，走。哎呦，你拉我一把。哎，你们，哎呦！老赵，刑侦队那辆破京杯啊，修不出来了，报废了，得了，多少年了？我已经给刑侦队申请新车了。不过那辆金杯能用就再用用，不行就退居二线，给别的部门。今年局里经费紧张，我先去趟财务科啊。哎，哎，随便坐啊，提前体验一下你20年以后的工作环境。我20年后不能学您急流勇退，我是打算麻革裹尸还乡。崔师傅啊，想当年您在这局里头也是闯出过名号的呀。我记得那时候哈。一到秋冬天，你就穿一身黑皮衣，梳个大背头，手包那么一夹，特别拉风。活干的细，破这么多大案，立这么多功，您怎么就舍得退了呢？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别忘了，当初我为什么让你从一线退下来？咱们干警察的，养小不养老，你总占着茅坑，早晚被踹下坑去。我呢，自己让路，不挡道。一听就不是真心话，你就甘心在这儿当个小小的弼马温，一点都不怀念从前的戎马生涯吗？你不是来谈案子的吗？案子是这样啊，前阵子呢，咱们队里头接了一个合同诈骗案，这案情倒不复杂，是一个做生意的老板想把一笔大额的资金转到境外。于是呢，就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个叫关海飞的银行职员。这关海飞呢，号称自己能弄到外汇的结算指标，只收1/1000的点费就能把钱给转出去。但没想到啊，这老板把钱给转过去之后，这笔资金就不翼而飞了，关海飞也飞了，找不着了。我们接到报案以后呢，就立即展开了行动。前几天关海飞落网了，据他供述，所谓的外汇结算指标根本就不存在，他就是认识一帮子搞地下钱庄的。通过他们把钱给洗出去，地下钱庄抽1/3，他赚1/2，总金额呢？3000万。关海飞想玩票大的，就拿这钱去炒期货，结果赔了，这才东窗事发。3000万的1/5，手续费就是15万。嗯，地下钱庄抽9万，银行职员抽6万，那不多呀。是不多呀，但是经我们调查。这仅仅是关海飞经手的其中一笔，在短短的2年里，他已经累计通过洗钱的手段非法盈利近百万了。近百万，1/2，总金额得几个亿的流水，那得有。而且这只是通过关海飞一个人经手的呀，所以我们觉着这只是冰山一角。那你找我干什么呢？关海飞啊，说白了就是个粘活拼缝的。他出事以后呢，和下家就失去联系了。可我们最近呢，又通过线人的举报，又发现了这伙洗钱人的行踪。于是我们就以向境外汇款的这种形式约他们见个面。
你的意思是让我去接头？没错。为什么是我呢？为了不引起对方的怀疑，我们给这个接头的人虚构了一个身份，是一家国企即将退休的负责人。嗯，我们觉得您呢？你看我长得像贪官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考虑的呢还是年龄啊、外貌啊，您各方面条件是非常的适合。你这不是瞎掰吗？我这岁数，金针队也不是没人，老谭、老费，那不都挺合适吗？他们哪有您这个气场呢？您是见过大世面的，就您这个气质，你骂谁呢？什么气质？贪官气质啊！小林子，你真是拿老同志开涮呢。我一个警保处的修车老汉，你让我去冒充贪官？再者说了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你们金针队的人了，我掺和你们金针的案子干什么？秦师傅，我不轻易跟您开这个口子，但我实在是想不出还有谁比您更适合了。您看这队里头，前两年被外面公司挖走了几名干将，剩下的老的老，小的小，人手严重缺乏呀。最近局里头搞探长选聘，我一下要了三个名额，为什么？我没人呢，我就是缺您这种有能力有经验的，真的。怎么是不打算帮小林子这个忙啊？啊，不行，我就让老谭上。老谭一脸笑模样，没说话先嘿嘿冲人乐，哪像个国企高管呀。那让老费试试，我给他配个小跟班。老费从来都没有上过一线吧？到时候一紧张，浑身哆嗦，说不出话来，露出马脚就坏了菜了。那怎么弄？那不能让我化了妆上吧？小林子，不是你崔师傅不想帮你，实在是名不正言不顺。这事儿干好了是京真的功劳，搞砸了，我一人背锅。您是想要个名分？嘿。怎么说的？我跟那什么是名分的，名正言顺而后事成。你古代打仗都讲个师出有名嘛。你刚才说的那个探长选聘，怎么回事？那个就是在全局范围内举行考核，选拔探长，竞聘上岗。你怎么，是不是有兴趣要出山呢？那我求之不得啊。得了得了，我也就是问问，我这岁数哪拼得过年轻人啊？倒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啊。这个探长选拔呢，每个支队长手里头都有一个自主提拔的名额，不用考核直接上岗。但这名额就一个，一堆人盯着呢，我这两天手机都快被打爆了。哦，那就算了。你别算了呀，崔师傅，只要您点头同意回京真，我这个名额我谁都不给，就是您的。我说小林子，你别为难呐。我不为难啊，您老愿意出山，我请还请不来呢。那你请，是不是得有个请的样子？那我现在不就是正在请您吗？您的意思是？咱这今天得感谢老潘啊，潘警官大驾光临，百忙之中参加我们的饭局，太给面子了。这我一个朋友啊，给了我十箱酒，哦，据说还不错啊，把酒满上。哎，老潘，你不还说有个警察朋友吗？什么时候到？啊，应该马上就到了。对，你还有个朋友是吧？来，哥几个吧，往那边串一串啊，让他朋友坐这儿。行行行，左膀右臂。哎，先生，您好，您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吃饭。哦，您吃饭可以，但我们这儿不允许停电动车。那停哪儿？您可以停旁边。这年头啊，就得有几个警官朋友啊，出去办事说话都硬气。前两天跟我牛哄哄那警察记着吗？我记得呀。来，我让你看看什么叫气质。过来，来，瞧瞧。哎，就是警察，对对对。90度鞠躬啊。老老实实，你看什么样？那个方总，太解天了。我能看一眼。来来来来，怎么样？你说你兄弟有没有气质啊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
这就是靠你那警察。商量。